操盘战将。台湾收看操盘战将，今天11点钟的时候啊，我刚好在录影。哦，我每天盘中有一个10分钟的一个盘中节目，刚好那时候我在聊金利科，他在这边。因为我举一个例子啊，哦，我说我最近哦，很多的股票在拉回来哦，他们都会发生一个共同的现象，不知道是讲好了，还是很有默契，还是巧合啦、偶然啦，随便。今天有看到我盘中节目的观众朋友们，你们都可以帮清俊做见证，神乎奇迹啊！准备了 ，stand by 了 ，stand by 了，各位。我先从金利科讲起，因为我先从金利科讲起，因为它后面有一些故事，它后面所带出来的一些效应，我认为接下来会越来越扩大，扩散到整个台北股市里面去，尤其是这些庄家们，这些庄家，哎，你知道这些庄家最近他们最近也很沉稳，也很沉稳。我用沉稳这两个字来形容，沉稳，不躁进，慢慢来。这些都是为了什么？为了接下来1月份要发生的事情在预做准备，还没有暖身哦，还没有，在预做准备。所以我现在想跟你讲的是，当你看到外资打算要爆股扩年，昨天买了367亿，我不知道你现在心中作何感想。你看到台币的升值，今天又在狂升。各位，你真的认为这些钱跑到台湾来，这些聪明的资金跑到台湾来，难道他们不会考虑选举的因素吗？你认为选举的因素这个成分会阻挡这些国际的资金流向台湾吗？你真的这么认为哦？不会吧？没吧？各位啊，过去的大选，什么县市长的啊，对，总统大选啊，选了这么多次，哎呦，台北股市有崩盘吗？现在的位置在哪里啊？在这边呢。啊，为什么要庸人自扰呢？为什么要找一个利空，然后来约束自己，来把自己框住？各位，你可不可以有一点想象空间？现在美国股市告诉我们什么？我跟你讲，外资都看在眼里，这些人也看在眼里，他们发觉我们台北股市就是一个什么，有一个落后补涨的机会啊！你看 Nasdaq， 哎，我跟你讲啊、哦、，Nasdaq 还没有过这边，道琼过了哦，道琼过了嘛，对不对 ？Nasdaq 还没有过哦 ，Nasdaq 还没有过哦。所以这给我们台北股市的电子股有很大的想象空间，也有很大的上涨空间，这就是你的机会。人家看到了，人家看到了，各位 ，FED 明年要降息3码，要降息3码，所以新一波的资金行情要来了，新一波的资金行情要来了，而且正在发生。
天啊，这样陡峭程度好像跳水哦，不是，它是疯狂在升值哎，发了疯的，失去理性的，一直在升值。这么多钱要进来台湾了，干嘛啊？我昨天讲了，炒股啦，差够啦，外资要炒股，外资要炒股啊！我们怎么可以输给他们呢？我们怎么会落于人后呢？所以你现在要积极的赶快去选股啊，各位！我再回到美国股市这边来，你看那道琼新高过了，纳斯达还没有嘛？费城半导体也过了 ，S&P 五百。S&P 500也要准备过了，各位，一旦过关，上面万里无云呢。一旦过关，上面没有任何套牢卖压，没有哎。41000有没有机会？42000有没有机会？我觉得我要修正了，我觉得我要更新了。我觉得我要上调了，19000是基本，我认为19000叫基本，两万叫刚好，19000叫基本，20000叫刚好。为什么？你有没有看到转成黄蓝灯呢？各位，景气退热讯号在变动了，它在悄悄的变动，它在预告一件事情，挥别谷底，我们的景气，我们的经济要开始慢慢的转好了，所以外销订单终结连14黑，终于翻正了，11月出口也翻红了，上市柜的营收也出现复苏的亮灯，所以台北股市19000叫基本，20000叫刚好。我未来会再重新再写一张，把我未来看法写给带给大家。对，我在预测，真的，你不觉得吗？现在已经越来越多人能够接受了嘛？你能够同意吗？你能够认同吗？他们已经变成一种共识了，你知道？变成一种共识啊，要不然为什么都在讲这些？为什么都在讲这些 ？AI 猛拉，台北股市占20000，大摩外资也在喊啊。所以19000叫基本，20000叫刚好。我认为他们喊的数字是有所本的，是有所本的。尤其是什么？各位，我一直跟各位报告 AIPC 大 PC 时代要来了。我昨天在这边讲。大 PC 时代啊，大 PC 时代要来了，哎，这很可怕哎，这很恐怖哎，大 PC 时代，表，2024半导体业，表，各位啊，你要赶快举一反三呐、啊。这都是钱呢 ，money， 拢是 money 呢，这都是钱呢，真的。所以 AI PC 还有什么未来的 AI 手机，哇，这个相关的零组件、相关的软硬体，真的不飙才有鬼啊，不飙才怪。而且我认为啊，100搞不好会变到300，200搞不好会变到600。500搞不好变到1500啊，这是你的机会。结果很多人现在是干嘛？因为要过年了，是不是？啊，没有行情啊！哎呀，指数涨太多了啦！哎呀，要选举了啦！你们都这么想，你们奇怪，为什么你们都跟他们想不一样的地方？奇怪，我真的。哎，你们会不会庸人自扰啊？我觉得有些人就是没有想象空间，然后呢，自己吓自己，找一些理由，
抱歉，把自己框住。我今天早上看到这只股票、啊，抱歉，你知道，今天看到一个媒体说，2023年十大标股涨幅最大的股票，华晨排第一名。我没有赚，跟着我没有从头赚到尾啊，我没有那么厉害哦，我不是买在最低点的位置，但是这只股票今天涨停板了、啊，我也与有荣焉。对，我卖掉了，我获利了结出场了，但是我对我今年的选股我是满意的。还有这只哎、欸，泰茂，他也中选了、啊，泰茂啊，165啊，我117.5附近卖掉啊，对他也中选了，他也是今年十大的一个标股，涨幅很大的股票，材料更不用讲，材料也中选了，各位，508%。508%，哇！这只股票很多人都想不到。我之前跟一些朋友在聊，他说：“哎，这种烟怎么会涨这么多嘞？”对啊，那是因为哦，哎，我跟你讲，这也是啊。他们看到的那个未来，一旦逮到，各位，我跟你讲，就是一大段。当筹码是有利于自己的时候，它不会涨幅只好像只有，哎呀，我赚50%我就满足了，我赚60%，我赚80%就满足了，不会的。要涨到人神共愤啊，要涨到主管机关一直给他限制啊，分盘交易啊，要涨到好像市场上已经不敢再追价的时候，他才会结束啊，欲罢不能。所以哦，我今年的选股哦，我蛮骄傲的啦。我说实话，不过我要跟你讲一件事情，我刚刚列的这些股票，我今年操作的这些股票。十大标股他们都在里面，但是明年不会是他们的，明年不会是他们，我直接讲不会是他们的，换人做做看，要换到新的族群，要换到新的题材，要换到新的产业，也要换到新的标股。所以哦，这一支会不会是2024年十大标股之一，我也寄予厚望啊，因为你看金利科，各位，今天再度上涨啊，269.5啊，来，我们先看这台 VCR 啊，导播，这个，这只股票，涨停板，从152。公开到现在269，这一段一路走来，真的大家都很有感觉，因为我开在这里嘛。11月9号我开这一天呢。对啦，那个时候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收视率蛮好的，很多人在看我节目，对，没错，你们都有赚到钱，你们看我的节目买我的股票都有赚到钱。OK 啊，我乐意分享，跟各位做分享没有关系啊，即便你没有跟在我身边无所谓，有赚到就好哦。但是下一支嘞，下一支有没有运气那么好嘞？啊，131%，金利科，
他的下一档是谁？他的下一档是谁？独家，真的越少人知道越会喷啊，越会飙。我那时候跟各位讲，越少人知道越会飙。我记得我开在这里的时候啊，哦，开在这里的时候，哎，很多人是不认同的耶，很多人不认同哎。那时候我也听到一些酸言酸语啊，哎呀，这不会涨啊，那只是反弹而已啊，因为它之前跌很多嘛，对吧？之前跌很多嘛，有没有？所以我开在这里的时候啊，我开在这边的时候啊，很多人说，哎呀，这边有套牢卖压，很大的压力啊，哎呀，这只是跌升反弹啊，回光返照，接下来又要往下继续跌了。我听到很多啊，不过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啊，哦。庄家是谁？我非常清楚。这一档股票的一个上来，它的过程，它这边发生的一些事情，我都一清二楚。我只能说厉害，厉害了，很强啊，赢家，倍数赢家。真的不是浪得虚名的，所以我现在告诉你啊，这一支股票的背后赢家，这一支今天拿到，下周赚涨停。各位，元月份什么股票最会飙？元月份什么题材最会涨？秦群都帮各位准备好了，我都收集好了。其实你从今天的盘面上，你可以看到一些端倪啊，你可以看到一些端倪啊。但我要跟你讲，最标的在我这，最会涨的在我这，好吧？金利科的下一档，这一支狂飙了131%，它的下一档会不会？会不会？今天不用传真机，不用传真机啊！你打电话进来，我现在想给准备在一月份想大赚特赚的人，这一支股票，我在电话告诉你是哪一支。我等会跟你讲是多一支，这一支啊。我在电话里跟你讲，好不好？我在电话告诉你是哪一支，你打电话进来，股民代号，电话告知，节省我们彼此的时间。这一支，上一次我请大家打电话进来拿，那个时候我记得有不少人打电话进来拿，然后隔天买了，有的买5张，有的买10张。有的买20张，啊，有的买1张也有。当然，他们没有赚到那么多，他们途中都下车了，跑掉了，可惜啊。没有关系，有赚就好。那个时候，你有打电话来拿的，各位，金利科，这一次不要错过，金利科的下一档。连金利科赢家都想要大买特买的这一支股票，各位打电话进来，我在电话里面告诉你这支股票的股名跟代号，好好把握住。进广告。还在看吗？333轻松富专案，让您轻轻松松变成赢家。你还在看吗？333轻松富专案，让您轻轻松松变成赢家。轻松富专线02-8511-3366，8511-3366。
相信从顶业开始，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从实战中克服人性并战胜主力，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也协助您实践梦想。相信从顶业开始，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相信我们的专业，相信自己，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相信专线02-8511-3366，8511-3366，顶业投顾。看全球财经台，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您还可以这么做：网路影音平台 YouTube， 能上网就能看，而且免费。改变收视习惯，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操盘战将。我昨天已经看到了有人在其他人在跟你聊这支在推荐好像在酝酿下一波的一个另外一个所谓的主升段的那一种氛围，那种气氛我有点感受到了。当然谢谢，欢迎大家共襄盛举来抬轿我的股票，让我们的会员，让打电话进来的人能够赚得更多，能够翻新这个数字，从五到六七八最好，我非常乐意啊。所以我听到有人在讲我的股票 ，OK， 很好，我又做到一件事情了，领先同业，领先同业，最好把它拿成盖牌股来送，这样是最棒的，这样是最棒最好的，好不好？我的股票哦。我跟你讲啊，我最近的股票有些人在做休息哦，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你知道在休息的过程当中啊，比如说这只，我都不说话，我也不想讲太多。好的股票，绩优的股票，历久弥新啊，等到一段时间，你就会发觉它的珍贵之处在哪里了。就像那个新鼎一样，这边没有人会理他的，没有人在鸟他啊，也没有人在谈论他啊。现在呢，5351的预创，各位，你知道吗？记忆体最近在涨价 ，IP 股也是未来最热门的题材，对，复合式概念股，所以我的股票哦。各位啊，我看这只今天它也往上冲。我跟你讲啊，如果你们要买标股，请你买我的，请你来拿我的哦，我的股票，我的标的啊。我不敢说我每次股票都会涨一倍啊，我没这种话，不要讲个那个，对不对？但是要涨一倍的几率。不小啊，蛮大的啊，我很多股票都有这种实力啊，所以这支股票金利科的下一档会不会？那大家再好好拭目以待嘛。万一他也有这个数字的话，那很好啊。今天12月28号起涨第一天，对不对？买进的第一天啊，你为什么不来拿？你为什么不来要？你在想什么？人家外资敢。跨股过年爆股扩挂年了，你还在担心台币？哦，你看又在升值了。这么多的聪明钱来台湾，要买什么？当然是买股票嘛。他不是来买房，也不是来买汇，也不是来买债券，也不是来买黄金，买什么？买股票啊，买我的股票啊，买我的股票啊。金利科已经狂飙131%了。金利科的下一档是谁？然后是 IC 设计吗？还是 AI？ 还是 IP？ 打电话进来，我电话跟你讲是哪一支，到时候你就知道了。你听到这个股名哦，
我跟你讲啊，你要买就买第一名的，对，它有一些相关的族群，但是我要给你是买第一名的股票，你不要去买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第一名的买最会标的，对，就是它，就是它，你打开来看你就知道了，好不好？这一支股票金利科的下一档，131%，如果它未来也有机会变成这样的话，那今天12月28号，各位不要忘记了，我以前给你金利科也是叫你做一件事情，来电。今天你打电话进来，我在电话里告诉你是哪一支，我跟你讲是哪一档，它的股名代号我在电话里面跟你说，各位这一次你一定要好好把握住，万一啦，过来几拜的话，这一支股票你会赚翻。打电话，这支股票送给你，明天见。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